喂，丁总。样衣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按时交稿的。那就好。不过不要因为要交稿又熬夜加班。还有记得按时吃饭。知道了，怎么比我妈还啰嗦？行了，不耽误你了，你忙吧。这是在关心我吗？喂，柯贝，迪安下季度设计稿已经定稿了，我不希望再出现任何问题，你帮我盯紧徐墨辰。你先将资料整理一下，打包成邮件，邮箱地址我会告诉你，至于发邮件的时间我会另行通知。好，没问题。尾款今天就会到账。合作愉快。谁让你跟踪我的？先生，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没有跟踪你啊。是我让他跟踪你的。怀疑我是剽窃者。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，在你心里到底是 DI 重要还是我重要。你和 DI 在我心里一样重要。这是谁画的？我画的。这画风怎么像是幼稚园的？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是不是为了 DI 上市，你真的可以不顾一切，包括我？丁文晓，在你的心里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你的未婚妻？我好不容易靠自己的努力让言夏离开了 DI， 你却背着我偷偷的跟他交往。林珊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来帮你解释。丁文晓，是不是在你的心里，我穆林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不如言夏？丁文晓，我不会让你的计谋得逞的，我会毁了 DI 所有的一切。我是来替 DI 收回制作的样衣还有设计稿。你可以接，但你别怪我。丁文晓不接电话，我想他应该在忙吧，不忙了自然会回给你的。你先把东西收拾一下吧，我要带回 DI。